环宇家庭的教材，俾小朋友一边聆听英文，一边透过影像了解当中的意思。所以他们学习运用英语沟通的时候，就好像学习母语一样咁自然。What's that? Look. Down on the flower. It's a bee. 他们不需要死记硬背单字、句子或者文法，都可以培养出有效的英语回话技巧。当然，即使是学习母语，达到能够沟通的程度，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但是只要反复练习，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学习的目标。在这段时间里面 ,World Family Club 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给小朋友参加。The water is cold. 透过优质的教材和完善的支援系统，环宇家庭教育法就可以帮助小朋友自自然然学好英语。